别老一整我玩点别的。哎，不看了不看了，爸爸走了走了走了。你走不走，你说你跟我又能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想让我看着你呀，你走不走。就很烦，就是看着就很烦。小点声，这声咋那么大呢？我要无敌呀、啊！我这一看呢，这我不瑞文一把吗？死得很痛快，赢不赢都行啊！来把瑞文。确实人少了，我还那句话，我不是给你一个人直播呢，对不对？你有选择的权利，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不能选择观看我的观众，而你可以选择你所想观看的主播。你要喜欢看你就看一看，你要不喜欢看咱也不勉强你看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可想做的那你就做呗。刚才那银马没拿，哎呀，真是傻逼。把这猴拿着，然后掉血。有盖轮没有？这样人马就不伏笔了。有没有盖轮？好的。首先我们把猴撇了，其次我们把卡牌撇了，再其次我们把蜘蛛撇了，我们再把蛤蟆撇了，我们最后再把豹女给撇了。这样我们上个威恩，可以凑成两夜幽，再上个雅那个。盖伦可以凑成两重装，再上个亚索，给亚索放中间，让亚索吃不到盾，这样我们就掉血。最好把他们都放在后边。如果碰上一个比较垃圾的人，我们赢了，这波失败了就。从下波开始赢。行，再打死一个吧，吓死宝宝心了。可以，宝宝心把我赢了，我们倒数第二。
哎呦我这女神之泪的金克斯，别拿！操你哥！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。这不白掉血了吗？本来我想拿个女神泪的。哎呀，运气不好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四动加一浪人，把这胃给他撇了。这波就不用上了啊，我们水银给这猴上了吧。水银给这猴上了，大棒子也给你了。别告我赢不了啊，我感觉赢应该问题不大吧。谢谢抱抱泥妹。千珏打工，现在还没到千珏打工那种地步呢。其实我想要个滑板鞋，哎呀，我要个滑板鞋会特别猛，可是卡了我一块钱。这边要输了，我们把滑板鞋拿了吧。卡了我一块钱呢，玩绿门吗？对呀，你想不想看一个三星黄鸡呀？我给你来一把。我先整个三星绿门，然后我拉个九，然后整个三星黄鸡吧，行不行？这也打不动啊，这波要有滑板鞋，我能打死他。实在是没有滑板鞋，太能耗了，这人呢。里外里俺们亏两块，这人太能耗了，我天哪，真肉啊。寒冰，刚那波没赢，属实有点难受。哎，给个妮蔻，我们三星瑞文有望了，三星黄鸡也有望了，有望了呀。下波这样上啊，首先盖伦咱不要了，上个天神，两天神不错，然后我们积木还是挺强的，积木拿着吧，给积木拿着，把这寒冰撇了，两天神两决斗，加个小积木，下波上个威恩。差两块钱把这剑尖卖了一会儿。
好像不用卖哈，不用卖。等一等，我这滑板鞋专克那种就是特别特别又打不动的那种东西，一个拔毛。直接满血把它拔死。哎呦我武器大师。准备去死吧。这样我们四决斗。再上个积木无敌了。给女神乐给基姆了。基姆是你爹呀，基姆怎么的了呢？这波基姆撇了的话我就只能上锤石了。基姆打工狠呢，所以我拿个基姆。进有了，怎么办呢？这羁绊，还是上积木吧。八决斗谁主谁随便，全是谁，每个英雄都可以上装备，武器大师、亚索、滑板鞋、永恩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谁来着，瞎着，亚索武器、滑板鞋瞎着，永恩都可以。好多忍者啊，忍者刺儿成了呀。赵信不太行，对，只有剑姬人不行，其他都行。这个瑞文我请求拿一只，我求你们了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你们这帮逼，你们等着啊！太气人了！哎呦我操！我这瑞文，我这不起飞了吗？我这瑞文，我这个瑞文，我的天哪！我这个瑞文我可起飞了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可太难受了。这样我觉得好像能厉害一点。三星红、两天神、两射手、两重装、两决斗。怎么办？锤石想拿，
滑板鞋扔了。派克换寡妇，不换了。我这把决斗也好糊啊，但是我没有攻速啊。为什么不上个暴击的滑板鞋？问得好，忘了。你看，你每当想玩瑞文的时候，是蛇女儿，瑞文一个也没有，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？狼人哥，能给个女神之泪不？我求求你了，上边大棒都没有。漂亮，狼哥，再给大棒。Nice，狼哥，随便给，给个魔抗，漂亮。掌声。看看这把能不能拉八啊？能拉八，我们先拉八地；拉不了八，我们就七地。这把病兮兮可能有点多，我们可能拉不到八。砸了多少根毛？我想知道。好，拔死了，漂亮。看来可以拉拔。可以拉拔啊。关键我们一只能嫖的瑞文都没有。先把剑姬杀了，漂亮！猴给我杀，积木致盲，这 A O E， 现在就怕他一手小法师，这小法师打人有点疼，能不能把这辣美赶紧杀了？这辣美一个致盲，丢，漂亮，全是病兮兮呀，这。让你们病去吧！哎呦，我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，咱也等一等再上，不着急啊。这个猴一会儿再撇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没见到区别。那个里边看看，好像一样的。这个吧，要不？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是吧？这个吧。嗯。哎呦我这瑞文，再给我个瑞文，快点给我瑞文，
再给我来个大棒子。没人要吧？这绿门有人要吗？没人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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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人要。你们要要我就要黄鸡了啊！你不会又要铲子吧？漂亮，这绿门。兜儿，漂亮，这绿纹，哎呦我这绿纹，不要干啥不要啊？这干啥不要啊？一会儿抱个大棒子，我们那啥了，夜游了。这猴其实可以撇了，现在。就单挂个寒冰不好，还行，打的人不算那么特别狠。阿卡丽还挺猛的，就是。勉强吧，哎呀，这波输的有点烦，这波寒冰应该卖了的。为啥不上维恩？问的好，忘了。亏了2块钱这波，哎呀好烦哦，这亏2块钱确实挺恶心的。下边给个大棒子，给个绿纹，算了，反正我都输了一波了，我就不地了，我下边再说吧。差个蛇，这波应该输了，他这狼人成型了。像我们打这种成型的人啊，就比较难打。呀，居然赢了！哎呦我天哪！哼，臭弟弟，九折水平啊！啊，九折水平啊！二星的狼人带巨杀，九折水平啊！给你来一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宗师腰子不要了。哦，老头儿。三星红差什么？差个剑魔，来个剑魔来。战斗在等待着我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我是瑞文差个天选三了，兄弟们。少个莉莉亚，给个莉莉亚能用。我把这腰子换成莉莉，换成凯隐吧。
改个位置。天选瑞文直接起飞，可以起飞的，我请求起飞。剩几个人？还行，剩的人还挺多啊。我们拉九吧，可以拉九，先找莉莉亚，然后拉九，正好上个凯隐，这把追个三星凯隐，行不行？蛇女不要了，蛇女三星太弱了，不要了。我们下面两个瑞文一个进，怎么的，这老些人还打不过你个银马了，我的天哪。凯隐给我拽着他，老头上复活，太他妈幼了，怎么这么幼啊，像人不，这像人不，这咋这么幼呢，还打不死的。哎呦，怎么样凯隐变身呢？凯隐跟英雄联盟主播有个合作，就是你只要给他送一张办卡，然后你的凯隐过了三回合以后，他就会自动变身。拿进也行，其实，不过我不想拿进，我觉得进三星没有瑞文三星好玩。呀，这波应该上机的，不追三星凯隐好了，不追凯隐好了。哎呀，这波应该上机的。这边应该上机的，哎，这边应该上机的，这小子咋这么多东西呢？等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再地啊。刚才这波啊，要是上机应该就赢了。70块钱啊，哥哥花点不？不，哥哥不花，哥哥不花。这哥们又剩个狼人。哥哥80块钱不花，你要上6伏啊，5伏。卡小法没用，现在这个版本卡不住别人牌。5费卡、4费卡卡一卡还行，3费卡没一个卡，3费卡、2费卡你就给他得了。别扯淡了，
这狼人挠得挺欢呢，好疼啊。挠得可挺欢呢，可真是疼死我了呢。咱先来把三星瑞文行不行？还是先来把三星的凯隐，这把三星凯隐可能费点劲，这把可能得瑞文了。凯隐看腻了是吧？那行，咱来把瑞文行不行？实在不行，咱来把进也100来块钱，我就不信递不出来。先拉九吗？可以不用拉九，其实。你们说拉不拉九？现在拉九70块钱。现在63滴血，下波输了不拉九，这波要是输了咱不拉九，这波要赢了我们可以拉，好吧？这波要是赢了咱就拉。那输了咱就不能拉了，输了直接开地，才输这么点儿吗？不用，直接递四费卡，全给他，全给他拿着，知道吧？四费卡。我都是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我是神种。他妈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莉莉亚呢？那怎么一个进瑞文也没有呢？递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呢？这都是。事实证明，钱多终究会来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事实证明，只要你钱够多，他一定会来。你除非你钱太少了，除非你的钱不够。看看能不能直接来个天选镜，我再给拿一只。递吧，递个天选进吧，看能不能有。再攒攒钱，这波小递一下，好吧，小递一下。
等到我们最后一波，或者是他们最后一波了，我们再递一个进，递个天选进，试试能不能递得出来，整两个四费的三星，我现在天选都没有呢。哎，九人口四费卡的概率是多少？最后一波了，不行啊，这失败了呀，35吗？30，现在是20。但拉九容易递到五费卡啊，天选。但那也应该拉九，我觉得好像卖了，那卖了很正常啊。我必须得有天选，我才能升得上去。我没有天选，我咋升啊？我的瑞文好像，哎也不是吧，我的瑞文35滴血的时候整的，也没毛病，其实我觉得没毛病，我们那个瑞文没毛病。